車股裏面呢、我自己一向都是的了。我覺得如果揀車股的話，首選、都是啲 4S 股，因為見得到啲 4S 股個，即係佢哋出嚟嘅業績表現咧，或者係啲營企嗰啲表現咧，都真係強嘅。咁所以就大家反而第一轉啦。如果假設啲 4S 股真係佢哋個價可能有翻啲嘅回調嘅話咧，我覺得都可以再諗一諗。嗯，頭先同你傾嗰偈咧，都有話即係比較睇好即係美東啊、中升咁樣啦。咁係咪就係即係你會比較推介呢兩隻？咁係嘅話，個即係價位邊個你自己睇話比較舒服啲買入個位咧？其實就當然啦，因為呢一批股份都真係你見佢到價咧，其實好強勢，即係即係可能大家比較可能以往嘅時候比較少留意啲呢啲板塊啦。但係你見佢到個股嘅表現咧，真係好似唔好識跌咁樣，即係都真係 keep 住上嘅。咁都如果你要想買個兩個靚價去買咧，其實都唔係咁易，因為佢哋個股價都真係比較上偏強。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揀嘅話，咁嗱中升呢啲你睇下有冇機會啦，真係落翻大概可能七十。即係最理想啦，梗係七十蚊到呢啲關口位呢位置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好有興趣嘅，可能72啊、73蚊呢位置嘅話咧，都可以先入底住貨咁樣。